日子。好家伙，这等了得有快一小时了。哎呀，跟他们娘一起回来的。儿子，啊，那刚刚今天准备这饭菜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没看着。你妈特意给准备的，哎，瞅瞅有没有你爱吃的呀？昨天就一个豆角，一根，今儿乐了。炸鸡、鸡爪子、炖带鱼、猪头肉，行吗？行，鸽子，挺好，挺好。小芳，大家好，水哥。昨天啊，就等于一天没吃肉啊，吃了炖点豆角。好家伙，那头天晚上吃的什么鱼什么红烧肉，然后还点了好多串儿，然后昨天晚上就有一个熬豆角，儿子小脸拉的跟水似的，说啥也不开心，说是吧，说给煎点鸡蛋也不吃，煎点肠也不吃，就瞅什么没有肉，我说那个想吃肉了，我说想吃什么呀，排骨鸡鱼都行，还就那些快餐类的那种熟那熟食什么的还不爱吃，就想吃炖的啊。今天早上我特意买了一堆的杂鱼啊，开始炖杂鱼啊。那个咱们把这个生活上吃喝啊吃穿住行给他伺候好了，他就好好负责学习就得了，是吧，别到时候挑咱毛病。开炖，今天买了一条这个大的黄花鱼，然后又买了这个五条的带鱼啊，带鱼和黄花鱼一块炖啊，先把这个鱼下入进去啊，咱不要炸的啊，就这么吃，直接开炖。对，生葱、老抽，少来点酱啊，再来点糖，一些。桌上各种葱姜蒜，这个桂皮八角香叶，来点生命的源泉啤酒，这个是我们82年的腊八蒜，给它加到里边啊，这些都搁上，别浪费啊，你们做鱼的时候往那搁点这腊八蒜特好吃，对，还是不够酸，还得多加醋啊，尤其是炖带鱼，我告诉你，你那醋到位了，那带鱼绝对好吃啊，天看看惯了1/3罐，再搁点高度白酒。这个酒什么呢？醋加完了，不用加水了啊。再来点胡椒粉啊，炖鱼搁胡椒粉特别好，去腥。盖上锅盖，先炖它40分钟，然后再看看情况啊。哎呦，空气中弥漫着这个醋味啊，真香啊！这样炖了有半个多小时吧。然后咱们开始铲盖，给它收收汤，用小火给它炖是吧？对，就可以出锅了啊。OK，出锅再来点香菜啊。瞧瞧，我拽哥多舒服，那家跟那吃小核桃呢。现在我要去把这个鱼放到砂锅里头。弄吧。看啊，我小时候就记着在我们同学他家，他奶奶做的砂锅炖带鱼，可把我馋的直流哈喇子，也没说让我吃一块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吃个够了，看，给它挪到砂锅里咕嘟咕嘟咕嘟，大铁锅咱们要熬豆角用啊。天哪，太棒了，看着馋不馋呀，真的超有食欲，待会使砂锅一咕嘟。干嘛？就我小时候上你家玩的小姑娘小伙什么的，我都是给人吃。你是一色批，我怀疑。我这是诚实，这是那什么大方的小孩儿。不，拽哥这人其实可那一个什么了，色了，多情滥情。你把我说成什么了？见着小姑娘就走不动道，漂亮的，从小就看出你的特质了。我是热情，像你们那个，把你缠成那样，他不给你弄一块吃的。忒不像话，因为他不是小男孩，如果他是小男孩可能就会给我点吃。盖上盖开门，这边大铁锅也不让他闲着，开始炖咱们这个老豆饺子。我怎么闻一股糊味儿啊？没有，就是边儿有点干锅了，看，哎呦喂，
拿这个带鱼啊，给它搁在砂锅里边了，这样更保温是吧？炖锅那个更烫更香啊！哎呀，倍儿地道啊！炖熟了，马上咱们就可以出锅，现在可以关火了，就等着咱们这个孬老豆饺子了。又一锅，来打开眼，当个当！哎呦喂，就是顺口，开吃！好嘞，出锅喽！这家伙媳妇还给配了一个小啤酒，这够意思吧？够意思。看看，那个超级成功啊！宽大好的劲儿都给闺女跟儿子留起来了，我们就吃点这种边边溜溜的，挺好。这边边溜溜更好吃，是吧？哎呀，继续土豆凹到点儿，这吃没够，没够。嗯，点儿呗，就没吃肉就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好几天没正经做这个鱼跃肉的，还有粉丝说我呢。这家伙闺女儿子不在家，你们吃的够素的，别提了。昨晚上我儿子跟这儿吃饭，在这儿情绪也不高啊，就跟就那儿发直。我说吃啊，那豆角，嗯，就吃两口。我说那个明天给你炖啊，因为头两天刚吃的肉，我说大肉串嘛，什么涮羊肉，我说别老趁着吃肉是吧，偶尔都弄点的素菜多好啊。孩子还不行，嗯，是吧？真是的，就得吃肉。你们呀，如果要过年腊八蒜，赶紧自己炖点这个带鱼、杂鱼，挺好吃。老公，你快尝尝。嗯，绝了！我好久没给你做了，就我的方法做。嘿，老方法呀，秃了一个。你尝尝啊，也不用裹糊，什么都不用啊。哎呀，味儿正不正？那叫一个酸爽。巨正是吧？敬各位。特别好吃。你们回去用我的方法，你做一试试。太棒了。不管是鸡鸭鱼肉的，这个大人你可以不吃，但是必须给孩子每天得做一下，是吧？他一天用的量大，对，给他拉拉馋。你像我不吃就不吃吧，这一下借光也吃了。欢迎坐起来啊。嗯，腊八蒜炖杂鱼啊。中午给儿子炖的鱼，然后熬豆角啊。我一进家门啊，媳妇儿正给准备呢，因为头天啊，儿子就是小脸拉的水似的，不高兴了，那意思吃太赖，就一素熬豆角子啊。现在我媳妇儿准备好了，不是妈呀，媳妇儿，这回可丰盛了，这回儿子看来回来是吧，得特别满意，瞅瞅鱼、鸡爪子、鸡腿儿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脆皮五花肉啊，五花肉，这是鸽子，鸽子啊，嗯、猪头，这家拌黄瓜，还有儿子那小青蒜，这是中午剩的啊。这家伙，这光本一个这个豆角，这儿子吃的不香啊。这媳妇儿，这不败家吗？媳妇儿，这不是你家人吗？我的天哪！一会儿，这不是都是跟你一姓的吗？所以我必须得让他吃好了呀。一会儿儿子回来看什么反应啊？这下当这当妈的着急了，儿子不回来着急了。不是，是俩，有一个就是儿子。不是一个不是儿子，你瞎说。俩不是。儿子。好家伙，这等了得有快一小时了。谁呀？跟他们俩一起回来的。儿子。今天准备这饭菜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没看着。你妈特意给准备的，哎，瞅瞅有没有你爱吃的呀？昨天就一个豆角，一根，今儿乐了。炸鸡、鸡爪子、炖带鱼、猪头肉，行吗？小鸽子，挺好，挺好，挺丰。开吃吧啊！是这一天怪累的，是怪累的，也得吃啊，吃点好的吧。我上学的时候一回家也想吃肉，开吃了，儿子。